是秦伟山老师，我来自救世军韦利夫人纪念学校。日常英语教学呢，我们遇到困难都不少的，当中呢包括我们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学英语啦，因为我们本身的母语是粤语嘛。咁另外呢，有时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呢去找一些额外的资料去补充小朋友要学的东西。另外呢，上堂的时数又不是说很多啦。咁仲有上英文堂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呢就不是那么合作的喎，他呢会尝试呢用我哋用英文去問佢，佢會用粵語去答我哋嘅。咁我哋都要鼓勵翻佢哋咧，用英語回答嘅。獨門秘方咧就唔講得係一啲咩咁特別嘅嘢。其實咧，我每一日同佢哋上堂咧，都係好輕鬆愉快咁樣去上堂。咁亦都上堂嘅時候咧，好似傾偈咁樣，等佢哋咧上堂又會專心啲啦，開心啲。咁有陣時咧，教到一啲難啲嘅句式嘅時候咧，仲會用一啲口訣咧去幫佢哋記喎，等佢哋唔好用錯。我想咧教佢一個成功嘅捷徑喎。咁佢首先咧要不斷努力啦，不斷拼搏，仲有咧唔好咁容易放棄喎。咁咧有一個秘訣咧要提佢嘅，就係咧勤奮咧係知識大門嘅鎖匙，自信咧就係成功路上嘅伴侶。理想是通向光明的目標，所以呢這三樣東西加埋之後呢，他就會成功了。我最喜歡的英語格言其中一句呢，就是說 Knowledge is a treasure, but practice is the key to it。 到底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說，我們不停地學習，其實呢就是為了給自己不停地累積知識。到底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呢？咩时候呢啲知识亦都会帮到我哋呢？咁呢就要靠实践嚟证明啦。TOEFL, best of the best!